好，接下来同学呢，我们来制作呢，牙刷的刷毛的部分。大概呢，预计在这边呢，增加一些牙刷的刷毛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呢，最上面的涂层先形成涂层。好，形成涂层完之后呢，第一个，我们在这边呢有举行选取画面的工具。那我们在这边呢，先新增。那宽度呢，不用很粗，细细的就好了。好，用完之后呢，那我们选择呢大概要上的颜色，那在这边呢，同学可以选取呢，我们直接用第一个工具选取呢我们所需要的颜色，好，选择完之后呢，那在这边呢，直接同学可以，那也可以用油漆桶，也可以呢直接用 Auto Delete，那直接上色，那同学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，老师用放大镜呢点开给同学看，好，那我们这边呢点选选取工具，然后取消选取。就有这个雨刷的部分。那当然雨刷的部分呢，同学如果呢希望颜色能够改变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呢点选比较淡的颜色，然后呢对不起，好，那一样呢，在这边直接呢用油漆桶工具呢直接来点选。好，那这边完成之后呢，那当然在上面跟下面呢，我们可以呢使用呢特殊工具，那把前景灯调成黑色，然后用笔刷呢透明度呢。稍微把它上面做一点修饰，尤其像这个地方稍微做一点修饰。那同学当然也可以移动，因为雨刷呢大概在这个地方呢就比较可能。那这边用完之后呢，同学呢可以调整一下。同学这边有个事实上，同学可以放大看一下哈。好，我们点选了移动工具，那它原先的地方呢可以呢。因为圆心在这边呢就不好点，那没有关系，我们呢大概把它倾斜一点，去做选择。好，那这边呢点选套用，就会看到前面笔刷的部分。好，那当然同学这边呢涂层的部分可以多复制几个，这是第一个，位置呢也可以呢去做调整。那像同学这边呢，它圆心呢已经有出来了之后。我们先点选套用，同学看到这边其实事实上是有圆心的。好，接下来呢这个部分呢，我们也可以呢来调整它的色阶，让它的颜色呢变得更亮。按确定，好，那这边呢再去选取复制，那。不同的地方呢，可以复制呢多一点。那像这边呢，就说呢它的位置稍微有点跑掉也没有什么关系。然后再点选呢套用，那么之后呢颜色呢也可以再来调整。颜色呢比较偏深。就按确定，好，那这样呢就可以呢重复做很多的部分，那当然同学也可以，这时候呢我们已经做了有三个图层了，那当然同学呢也可以，就是说我们可以呢直接选取，按右键我们合并图层，合并完之后呢，然后在这边再直接做复制，这也是可以的，那我们这边只要稍微呢把它位置调整。那甚至呢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在编辑变形的地方呢做翻转，就是做水平翻转，其实也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。好，那同时在这个部分呢做多一点。好，那也可以呢，另外再做别的。好，那比方说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做比较直的部分。说呢，颜色选取的部分呢，调整，然后呢，Auto Delete。那调整完之后呢，同学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对不起，同学，刚我们直接做在笔刷这边哈，所以呢，应该是把它再形成涂层才制作。
这个部分。可以再移动这个部分。也是可以再调整。因为它已经不是选取工具。好，那这边呢，我们也可以多复制几个。真正的程度可以再缩短，那我们也可以呢。刚这个地方既然这么多，我们把全部呢合并图层，啊，合并完之后呢，同学们是整个，对不起，我们整个图层呢是可以再移动的，啊，那甚至呢，我们也可以说，这个部分呢，我们也可以说直接呢用。套数，我们这边呢，假设这个地方把它上去，就不会产生动到。那这个样子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用呢，再回来看一下，啊，这前面呢多了一些牙刷的部分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当然其他的部分，如果同学要再用立体一点的话，同学当然也可以在上面。你在这边更改一下图层好了，形成刷嘛。那么同我们也可以在上面再形成图层，就是说呢，就是我们在这边的部分哈，那我们一样呢，可以再做比较明显一点的，做比较有一点立体的那个刷毛出现。好，那我们在这边呢也是做一下。大概以这边为起点，再这样做一根起来。做完之后呢，那这边的颜色呢，同学们可以选哦，大概比较再深色一点的部分，深色一点的部分。好，那这部分呢，我用 Auto Delete。好，那好就可以看到呢，这边比较深色的部分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说在这边选取部分，来再来一次。好，那不能做调整。那这个部分呢，这一次。稍微有点立体的感觉哈，那但同样这边的部分呢，完成之后呢，我们再看右边这里啊，这边呢也大概差不多在图层这个地方可以再做一条，大概差不多这里的位置，我们再形成另外一个图层。我们现在这边先上色，上色之后呢。
们稍微把它放大。这边做了比较小一点，好，做到这个地方。那这样的部分呢，我们来看，稍微能让牙刷有一点立体的感觉。好，同学，我们先上到这里。